咁 Jason， 今日係叫 Day One 啦。咁雖然話三日防疫酒店，咁其實係要住四日三夜。咁如果咁計咧，琴日係唔計數嘅。咁今日係 Day One 啦。啊，好攰啊！琴日其實，因為琴日好早就起身去機場咁樣。去到機場咧，其實我琴日唔係咁順利嘅都。但係 end up 好好啦，因為入到嚟我都好滿意成間房嗰個空間啦，咁樣咁我覺得好好嘅休息啦，呢幾日可以咁樣咯，係咯，今日第一日，咁睇下食啲乜先。好啦，到咗 Day One 嘅 breakfast 啦，佢有一個低脂嘅牛奶啦，咁跟住呢個青蘋，咦唔係，我頭先以為係青蘋果，個皮係啤梨皮嚟喎。咁得意嘅，但個形係蘋果，唔知喎。咁跟住，其實琴日食到底啦，我發現有張紙嘅，咁啊好貼心啦，有提示咁樣。跟住就到打開個 box， 嗰個牛奶係俾我嚟沖麥皮嘅。咁有個包啦，咁有兩條腸仔啦，兩隻蛋啦，跟住同埋有嗰啲 cereal 咁樣。咁 cereal 我其實都幾中意食，我以前係中意食到一個地步，即係好多時食早餐都係食 cereal， 跟住就食到厭咗。咁我好耐都冇乜食 cereal， 咁我覺得幾健康嘅，係啦，呢一餐都幾豐富。好，咁我食嘢先。呢個係咪鹹牛肉包？正喎，細個就鹹牛肉包，咁而家就整咗 cereal。加少少奶就攞嚟試下沖奶茶先，陣間。嗯，啲豬肉好食咯，唔都係酒店嘅。佢批落去又似雪梨，我試一啖先。似雪梨啊！好啦，呢個係呢個係一個雪梨，好食。好咯，第二天的早餐，好開心，是因為真的有香港的腸粉，配了兩個醬油，就是一個是這個甜的豉油，還有甜醬，還有辣椒醬。好了，一般来说都是三个酱料，然后混在一起，在那个跟那个肠粉一起吃的。然后另外就是烧麦，这个烧麦有点不像我喜欢在香港吃的，因为有两种，一种是肉烧麦，另外一种是乳肉啊、或是一些面粉加味精的那些烧麦。但是我比较偏向于吃那个鱼肉的烧麦，黄色的那一种。然后还有两个爆点，一个是中式一点的，一个是看起来是西式，不知道它是不是叉烧、面包那种。但是我很开心，因为我一直在想会不会有一天的早餐是有香港的那种肠粉啊、烧麦啊、糯米鸡啊那一种，我蛮期待的。好，再来就是豆浆，这个豆浆是维他奶，就是香港的一些品牌，就跟那个台湾的那些什么永和豆浆啊那些不一样了，真的味道很不一样了。还有另外就是因为今天是星期天，所以我要来敬拜咯，一边敬拜一边吃，是平常在教会里面是不能做的，今天就可以了，哈哈哈。好啦，咁我头先咧就啱啱去做咗，由卫生署派员嚟做 day two 嘅呢个 PCR 啦，系佢帮我做嘅。咁而家可以再继续食我嘅早餐啦。好得意，佢呢度咧原来有个笑样噶，好得意啊！呢度。其实今次翻嚟有啲赶啦，我会见一啲朋友啦，咁所以我都准备咗一啲。带了一些台湾的伴手礼，就自己挑的，时间有点赶，但是我就买了，主要是来自台湾的东西，分享给我的朋友，其实占了一半的空间，都是送给别人的，
好，我们来看看。咁好啦，为大家介绍下咧，我喺台湾带嚟俾香港朋友嘅手信啦。咁虽然咧，我今次翻嚟系有啲屋企嘅嘢要处理啦，咁某啲朋友咧我都需要见嘅，有啲识咗好耐嘅。咁另外就系有个朋友佢生咗个BB， 咁我都会去探佢啦。咁先不如介绍下佢嘅礼物先啦。咁其实咧，我特登咧就买咗个呢啲咁嘅。即是环保袋啦，咁样其实是啲尼龙袋，有少少似香港的红白蓝，但是这个是台湾版本的，台湾制造的。我故意去找这个袋子，我觉得很有代表性，对于就是台湾这一些环保袋的一个象征，是不是象征？我不知道是不是怎么这样说。咁我就特登買咗呢個袋啦。咁裏邊裝咩咧？就係裝咗一啲咧台灣嘅零食啦。咁其實以前同呢一個朋友咧都係其實喺公司認識嘅。咁我哋都會成日食零食啦，咁樣台灣版三杯雞嘅薯片咁樣啦，一包。我其實我自己都冇食，即係未食過。咁我見到哇，三杯雞好台灣喎，咁我買咗啦。另外就係呢個青花椒同 lace crossover 嘅一個麻辣火鍋薯片。咁我覺得好好味嘅呢個，因為其實係 Alan 買過，咁我唔中意食麻辣嘅，即係唔中意食麻辣火鍋嗰啲，但係佢俾咗塊我試，我覺得哎 OK 喎，係 match 嗰件事，咁我都買咗呢個麻辣火鍋味啦，珍珠奶茶嘅乖乖版，我覺得好得意。其實香港細個都會有乖乖薯片食嘅，不過我哋大大下就少，即係買少見少啦。咁我見到仲要有珍珠奶茶版喎，好得意。咁我呢個朋友係比較中意飲珍珠奶茶，但我相信佢未必一定中意食珍珠奶茶嘅薯片，但我覺得好得意咯，都係令我諗起佢。咁又好代表台灣，咁所以買咗呢個啦。咁另外就俾咗個梅粉佢，其實梅粉我覺得係好特別嘅，因為喺香港食水果從細到大都好少話加梅粉，即係喺台灣度先會加喺啲把啦，先會即係認識到有梅粉啦。咁所以我見到都係台灣製造，咁所以我都買俾佢啦。跟住咪話佢生咗小朋友嘅，咁我故意去一啲市集啊，即係台灣手作人市集裏邊買咗個真係台灣手作人咧親自做嘅一個口水肩啊，一條呢、這個。好得意哦，雙面的佢係有啲厚嘅佢係，所以其實可能會要嚟緊冬天先啱用啦，夏天可能會熱啲啦，同埋係真係啲台灣手作人真係自己車嘅每一條，咁我好中意支持呢啲文創啦，希望佢小朋友啱用啦。咁呢一袋嘢咧就係、賣俾佢噶啦，我覺得呢個袋咧，媽咪會 design 啲送攬啊、手提包啊咁樣，咁我其實覺得呢個袋係好有型嘅。咁另一樣咧，有啲月餅，咁因為我會見到啲由細到大嘅朋友咧，咁應該係幾個女仔聚埋一齊，因為我哋約埋嘅時間應該係差唔多係中秋節嘅嗰晚。同埋有個蝦條，呢、這個蝦條咧其實有少少似香港嘅卡洛 B， 但係喺嚟到台灣嘅時候咧，唔容易買到卡洛 B 嘅薯片。咁發現食呢個蝦條咧又真係好食喎！我通常都會買香辣味咯，佢有原味同香辣味，以為香辣味好辣啦，唔係咯，反而係少少啲啲啲啲啲嘅辣咁樣係好好味咁樣咯。你係會追住食嘅呢個蚵仔煎薯片，咁香港可能都有得買嘅咁。今次是零食為主題的一個伴手禮版，不過我覺得一具代表台灣的東西我就會買的啦。另外呢就是噔噔兩大盒的御珍興的太陽餅啦，這些都是給親人啦，因為他們真的很喜歡吃這個太陽餅啦，都是御珍興的嘅鳳梨酥啦，但係至少係咁啦，淨係咁樣咧已經失咗我半個夾啦，其實係啦，咁我都真係好有誠意啊！仲有一樣，仲有一樣都係俾親戚嘅，嘟嘟嘟，呢啲係文創嘢嚟嘅，咁啊買俾一個小朋友啦，親戚啦，咁咧我好中意好中意，佢咧就係嘟嘟嘟用紙做嘅一隻變色龍啊！咁我覺得呢啲好好啦，就係、培養小朋友嘅耐性啦。其實我自己都本身好想買嘅，買俾自己玩。咁但係我覺得比小朋友更加適合啦，咁樣咁所以今次都買咗嚟送俾佢哋。
同埋我帶咗支蜜糖，因為有個朋友問過我蜜糖嘅，跟住就買咗一個台灣製造嘅蜜糖送俾朋友啦，希望中意啦。我其實就好似有一段時間冇乜買手信啊咁樣去俾朋友啦。咁但係今次我又好想做呢件事喎，點解呢？因為我覺得如果買一個食物啦，個食物可以創造了一個機會或者話題去見我的朋友，其實那個伴手禮是什麼已經不是最重要。我今次去特登去刻意去找一些在台灣製造、台灣生產的東西。那蘇巴是這麼多分享先啦。哇， Congratulations， 阿媽我得了啦。我剛才拿第三晚的晚餐的時候呢，我看到有張紙在下面，原來是一張 QuarantineAchievement 的 certificate， 咁我覺得好得意啊！呢、這個其實係有啲開心嘅喎，唔知點解。咁另外今晚嘅晚餐咧係有，哇有蝦喎、哦，哇正啊，真係好 match 今晚啊！哈哈哈哈，你終於完成隔離啦～